2023年5月12号，礼拜五，第23次酋长研究所，23次，早上是22次才对。下午场，好，那个蔡先生，那就过去帐篷跟他聊天啊。现在雨好像比较小一点，帐篷那边只有他一个人而已。这边还是可以拍。哦，小 VIP 哦，咖喱一个。多谢多谢。对。我们在家里那个动物旁边那个餐桌台。哦。对。他公鸟没有在那个正后面那里。哦，有看到田地上有一只。还有那个林线那边有一只，林线哦，老位置那里哈、哦。对，那个公的，我们在这个老位置，交尾，刚刚才交尾啊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哇，这位置站呢？站啊。对啊。在那里啊。哦，还淋雨的。刚才翅膀还到齐了嘞。啊、哦，还淋雨的嘞，哦。刚才揭开啊。刚刚那个翅膀到齐了就是。就是淋雨闹下来了。哦。淋雨才难得啊，因为酋长岩我一般不会再拍雨的，拍下雨的。哦，回来，这比较像公的呢。欢喜哦，今仔这只母的，迄只公的，那边迄只。哎呀，大便，又来大便了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了。